有点装，有点装。对啊，有吧？那也不是错装。什么装？抱歉，你大吗？七条。七条。天天过年啊！小便安安。小便。小安。嗯。三。东。嗯。吃不给吃，真的。是。哦。嗨。U C C U。U C C U。你又知道我坏干。干。没有要吃更坏。没有要吃。这算打摸吧。我硬碰的。对，这算打摸吗？哦，对啊。对啊。什么？我现在还坏吗 ？U C C U。你说看看。我是不是干得好？不给吃，很坏呢。Don't fuck， 不给吃的好下场。干，这不是坏人有好报啊？好吧，站站站。对啊，坏人都比较长命。鸟姐，你看问说什么是咪吉跟甜甜一样吗？咪吉呢是一个简化以后比较大家比较方便打的一个规则，因为通常要么是天听地听天胡地胡人胡嘛，咪吉只是把它简化成一个大家比较好计算的方式。只要你有了咪吉之后，其实就不应该有天听地听天胡地胡然后人胡这些东西。我觉得咪吉它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 bug 存在，大家都这样打，而且比较方便，毕竟遇到这种大牌的几率算比较低的，所以咪吉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算法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